你在那个石头那边吗？还是已经跑到很？哦，我看到你的飞龙了。哦，那个老外嘞，他没看到这只更大的。快点，干掉他！老外在干嘛？他原本要露营，快点上！你们要杀他？看我们杀那只。太惨了。不是杀那个精英霸王龙140等。快点把那只磕了，咬！哇，瞬间血斑呢，还是刚刚就。哇！我只拿到什么三角龙皮肤头骨而已。你把这只战斗风神要点什么？卡住的，好奇怪、啊，那腾空，那整个腾空，糟糕！你们把那一只推过来吧。哇，不行！他应该是卡在雷龙下面那个 bug。哦，有了这边就可以了。从正下方走，有时候会卡住。我用铁的。30、60，红色是不是？嗯，这只羊跑起来真的很可爱，可是顾它真的搞干，真的麻烦。可爱，你舍得宰来吃吗？哦，舍不得，快把它宰了。刚开始前期顾他真的是几乎每一秒钟就一直塞果子给他，这就叫畜牧业多辛苦。他真的都直接浮在水上。你整个直接浮起来，你看他，你进来，每秒吃的，你看他每一秒吃的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打开包。为什么听起来这样讲好像？他不是绵羊，是鸭。刚刚我看是31个，现在还是31个，对吧？然后我现在又补了，变成64个。这个沉下去了，不用管，吹停，它就会浮起来。嗯。你是放哪里的？没有石，我没有踩石头啊。它有直升漏了，要进去靠。你们吹矿的时候那个石头啊？丢了，我踩铁而已。我说飞点，我说做几次天花板呢？这边有石头一些，我站的这边，靠近炉旁边箱子有一点，先丢进去烤了，已经丢进去烤了，所以你就丢那个饲料箱。要不咱脱铁的。紫雷龙非比雷龙，拖铁铁不就？不是，我把下面河道拍平。啊，完了，放不进去啦！不拍下面，直接拍地基，拍平。加特林，哥，25级，去马车皮。
圣安呐，啊，圣安那边。你们是想吹战斗风神还是吹矿风神？属性都一样的，怎么吹都一样。风神哪个是种的？每个都是种啊。每个都是种，除非那除了你那130以外，每个都是啊。好吧，我用130刚才吹的。那一只烂不烂？130的东西。是好东西，这个可以藏很多东西。我要我入部落吧。这样看不到土堆，这样没有土堆。你调现在中立嘛，对不对？调中立这样，调中立这样。我在旁边打你，他就会帮你了。啊。有没有我晕眩了，十秒钟晕眩。没有，我现在晕十秒动不了。好玩呢，好玩呢。啊？这是什么？他跳出来的瞬间我看得到他，但是他在地底里面我看不到，连那个小土堆都没有。不要放在那边啊，会挡路。放在旁边一点，像翼龙那边。这边女船长会被我们鞭子抽到啊。在地底下里面跑是吧？土堆在跑，隐形的那个仓库会跑啊！下去就要赶快起飞了。算了，那只南方巨兽狂暴强，看旁边有箱子哎，一击啊！他左下角有箱子，他头下面有箱子。你在空中，你把我气在空中打他，怎么样？他头左下角，左下角有箱子哎。有看到，你打得到？叶安城左下角有箱子，你不去开一下？快！哦，泰坦死了！哇，他好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，他就直接软趴掉了。对啊，没气耶。他会取得什么东西？底下有个遗迹，你们要开吗？不用开，不用开了，泰坦已经虚胖，瞬间软掉了，像消气的那个青蛙蛙。连到王真那个，这八级啊。那一只风神的，风神哦，全点，我看，全点多少？我的这只你来点，不要点，他底怕点错又不能。214级，升了16级。2、3、4，
的九级，负重4300。经验值高，对啊，我也升一级而已。那这次风筝要点啥？你说那一台战斗风筝吗？加血。对。加血。加血，好。是升了3级。走了。知道吧，卡到了，船往上面啊，操你这边上干嘛？这电不到吧？我看电不到。高卡下，妈的！他比我难跑。阿良喷火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看得到敌人的。哎，光剑，光剑，搞起来了没？是啊，嗯，分不到，我屁股对着他，哎，他挂我的，就不要踩死，不要触到我啊！啊，刚好三种龙都有，有没有？电不到，电不到，好，电不到。我操！这阿良，我他妈害怕。怕被他电，怕被喷到。我那个火是散射的，有点危险。赶快到他头那边。太远了，这是直接用咬的咬他好。看可以咬多少大舌头啊？去咬啊！但是我怕被你们电死啊！一把这个坑货。全打在石头上，去咬啊！哎，阿良，你怕了？最后再咬啊！不要退，我要去打了。大哥，不要打了！哎，看我升几级啊！哇！你去咬，你不是要吃他尸体？25个优池生肉，这么强，340的肉，好，我赶快回去煮肉。和307的移速了。升几级？看一下，我应该升一级而已。我升一级了，自己本身也升了一级。我怎么没升级啊？封神没升级吗？我升了10级耶。人物吗？龙。人物我看，人物一级都没升。我龙升一级而已，因为等级太高了。哎，你龙升10级是吧？我现在是名副其实的战斗封神了，上06的移速。养成的升几级？8级好像。A 八去把他红光剪了。